现今时代网络发展迅速，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类文明传播发展的重要载体。各大新型网络交流平台的出现，使网络交流越来越普及，网络的关注度也逐年提高。大众对于新鲜事物不再捕风捉影，而是能在第一时间参与其中，而网络中的正能量也能在第一时间引起共鸣并且传递下去。然而，网络亦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，内容虽然丰富，但却庞杂，充斥着许多负面的讯息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青少年的思想及价值观。因此，青少年应当善用网络的便利来分享或传播一些正面及积极的信息。如何善用网络来传播正面信息？一、多分享能激励人心的信息。透过网络平台的便利，轻松地将激励性的信息、视频、文章等分享到面子书、微博、微信等网络平台上，让这些拥有正能量的资讯能及时传播给他人。从小的个体出发，才能让网络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向善力量。二、多使用网络交流平台帮助他人。我们应当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，看到网友张贴负面消极的状态，适时地给予对方一些鼓励安慰的信息。三、不利用网络散播负面或未经证实的信息。网络让人人都有麦克风，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善用这个麦克风。网民极易产生从众心理，往往在有意无意中成为谣言的散播者。我们需要独立思考，理性判断，不轻信盲从去分享那些负面或扭曲的新闻。